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。阿门。请大家翻到第六页，我们唱《主你真伟大》。天祝福我每次举目观看，你所说着一切奇妙的功，但尽心书又听到隆隆雷声，你的大功也满了宇宙中，我立刻亲爱的兄弟姐妹，我们感谢天主借着永远圣母的转求赐给我们的种种恩惠，让我们再求他为我们转求天主。今天我们用求恩第六式，在十四页，每向祷词后全体应答，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。青年方面，使他们不受同伴的压力影响，或在学校和邻里勿交损友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使那些沉迷于色情或电玩成瘾的人能觉悟，心灵获得释放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使他们有责任感，并富有建设性的善用社交媒体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。家庭方面，使他们充满基督徒的爱心，去服务那些不幸和被遗弃的人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。使他们有力量与耐心照顾年长的父母和家人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。使他们勇敢并得到支援，以福音的价值观养育孩子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。团体方面，使我们更有意识地促进国家和世界的和平与和谐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。使我们经常为教会与社会的所有成员制造安全的环境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。使我们各尽本分，保持公共场所的整洁和美观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。其他方面，使分居或离婚的人找到希望和力量，继续他们的生活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。使他们不再心中怀有仇恨与不满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。使他们继续怀着信德，体验到天主对他们的爱与怜悯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。使那些已经离开监狱和戒毒中心的人能从家庭、教会及社会中得到必要的支持与关爱。可爱的母亲，求你帮助我们。现在我们为自己的意向祈祷，静默片刻。上主，我们求你借圣母玛利亚之转求，俯听我们的祈祷。阿门。
上个月总共收到800封信件，其中求恩信件74封，谢恩信件23封，私人信件703封。现在恭读求恩圣件。一，请为我的女儿祈祷，求主使她能早日从她的心理健康问题中走出来，得到康复，并在生活中保持积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。二，我的丈夫有很多疾病，尤其在这次疫情期间，我特别为他担心，请为他祈祷，愿天主降福和保护他。三，我为两个患癌症的7岁儿童祈祷，圣母，请为他们代祷，愿天主能尽快完全治愈他们，也祈求天主赐给他们的父母与亲人所需要的力量。四，亲爱的圣母玛利亚，祈求你能为我代祷，愿天主能派遣一位善良而慈爱的天主教配偶进入我的生活当中，希望我的想法能符合你的旨意。五，请为新加坡祈祷，由于新冠病毒的感染数量持续上升，希望全能仁慈的天主能够尽快克服这场病毒危机，使许多护士和医护人员都已经忙不过来，他们都累得精疲力尽了。感恩信件。亲爱的圣母玛利亚，我们宝宝的验血结果显示有改善，他现在恢复得很好，若没有您的代祷，这是不可能的。谢谢圣母，请继续为她代祷，让她长大成为一个坚强健康的女孩。您的女儿。亲爱的圣母玛利亚，上周我喉咙疼痛得很厉害，并做了试纸测试。过去，每当我等待测试结果时，我都非常焦虑，不过这次测试之后我还是挺冷静的，感谢主，我的试纸测试结果显示为阴性。亲爱的圣母玛利亚，谢谢您的代祷。亲爱的圣母玛利亚，感谢您的代祷，因为我已经回到我以前的雇主那里工作，我根本没有想到会这样，这确实是一个惊喜。我感谢你和我们亲爱的主让这一切发生，希望我这次能成功。我也感谢主给了我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经理。亲爱的圣母，感谢你为我所做的祈祷与帮助，您感激的孩子。亲爱的圣母玛利亚，这封信件预期已经过了4个月了，感谢您为我们的第三个孩子祈祷，他于今年的10月份临洗呢。亲爱的圣母，感谢您不断的协助与代祷，您感激的孩子们。亲爱的圣母玛利亚，圣母，您一直在我和我的家人身边，即使我们有时不怎么呼求您。感谢您为我的眼科手术和我最近的医疗结果向您的儿子主耶稣代祷。亲爱的圣母，再次感谢您，您的孩子。现在请翻到第17页，我们继续借力经文。永远圣母，仁慈的母亲，我们前来投靠你，因为人人都知道你是罪人的托靠和希望。
求你也做我们的托靠和希望。为了基督的爱，求你向我们可怜的罪人伸展你救援的手。我们曾多次犯罪，但是现在知道若投靠你，就会克胜罪过。所以无论在任何诱惑或患难中，我们必来呼求你，圣玛利亚，请救援我，使我不再远离天主。现在让我们一起赞美圣母玛利亚，念圣母经一遍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圣母赞主颂。现在我们用圣母的赞主颂同他一起赞美并感谢天主。我的灵魂颂扬天主，我的心神因救世的天主而愉快，因为天主垂怜卑女的微贱，今后世上的人称我是幸福的，因为全能的天主在我身上完成了奇迹，他的名是至圣的。天主对敬畏他的人永远是仁慈的。天主施展了他的神能，粉碎了人们心底的骄傲。天主从高位上推下有权势的，举扬起那微小卑贱的。天主使饥饿的人得到富足，叫一向富足的人空手回去。天主不忘他的仁慈，照管了他的仆人以色列，如同从前对我们的祖先亚巴郎和他的后裔所许过的。玛利亚，你是基督的母亲，你也是我们的母亲。亲众同祷，天主，我们全心感谢你赏赐玛利亚做我们的母亲，她仁慈和蔼，了解及关怀我们，我们再次向你致谢。阿们。现在我们唱《可爱的圣母》，请翻到第25页。大家好，今天我给你们分享的主题是与玛利亚一起迎接降临期。我们选用的福音经文是圣玛利亚的赞主曲，在路加福音第一章51-52节。他伸出手臂施展大能，驱散心高气傲的人，他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，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。圣母赞主曲提醒我们要信赖天主，
只有天主才能使世界更毫无正义。因为圣母所歌颂的天主是一个喜欢扶弱济贫、城墙扶弱的天主，一个伸张正义的天主。一般的妇女顶多渴望嫁给富豪，为他生个孩子，自己将来可以母凭子贵，贵为君王的母亲。但是我们都知道圣母出身卑微，她做梦也不敢想嫁入豪门。这里的豪门不是你我想象的那种富裕，而是指耶稣基督是天地万物的真主宰。但天主自从创世之初拣选了他，也就是玛利亚，成为天主子的母亲。出于他的圣神，天主赐予玛利亚特殊的恩宠，让天主圣子提前救赎了他，使他使胎无染原罪。圣母的使胎无染原罪也是玛利亚的四端信理之一，是我们必须当心的一个道理。她虽然贵为天主之母，当然万世万代都要称她有福。天主在圣母身上所行的确实是伟大的事，令天使与人类赞叹不已。既然天主喜欢扶弱济贫，使饥饿者饱享美物，凡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，为何过了这么多世纪，贫富悬殊的情况日益严重了？难道耶稣基督忘记了为世界的公义吗？为世界的公义祈求天父吗？不一定。圣母说过，他的仁慈世世代代与无穷世，赐予敬畏他的人。就是说，无论贫富，只要是敬畏天主的，天主必仁慈对待他们。可惜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，人类变得高傲自大，没有把天主放在眼中，又何来的懂得敬畏天主呢？所以基督徒除了为公义的世界祈祷以外，还有责任教导世人敬畏天主，劝勉高傲的人。敬畏天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，不过在天主的眼中，一切都是可能的，也不可能有不可能的事情发生，只要我们信赖相信他。而且敬畏天主是圣神其恩之一，因此教导世人敬畏天主离不开教导世人认识圣神。但圣神有如风一样很难琢磨，所以我们唯有祈求天父赐下圣神。耶稣因圣神降孕圣母胎中，以血肉的方式，以人的形象来到人间。玛利亚一句愿照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吧，显示了他对天父旨意的成型，同时因着他完全的接受，整个世界迎来了救主成为血肉的开始。从这其中，我们看到天主对人无限的眷顾和爱。当人沉浸于天主与人相遇的经验与反省中时，就会加深与天主之间的关系。圣言虽然临于圣母胎中，但圣言临于他的胎中，称他是万世万代有福的。就像基督所讲，成形了主子的他必然是福上加福。我们常常在念圣母经的时候，开始就会说万福玛利亚。但是福在他的身上，他不是等在那里受人敬仰、受人称颂，而是带着身孕走出自己的家，去看顾年龄已大的表姐伊莎伯尔。
他从祈祷中走出，更是学习天主对人的眷顾，在生活中实践天主的话。在这里我也要提出，马上今天晚上就是降临期第一主日，就我们就真正的进入了降临期。在这个降临期间，我们要以行动，以爱的去生活天主的话，他的圣言。我刚刚提到这个福，我们称玛利亚是万福玛利亚，是天主爱的生命藏在他的身上，更要用天主的爱去生活，爱身边一切的人，有需要的人，更是透过人来提升我们对天主的爱。耶稣也说过嘛，如果你不爱那看得见你的弟兄，你怎么可能会爱那看不见的天主呢？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爱天主的话，我们肯定是在生活当中去爱我们的兄弟姐妹，因为他们也是天主所爱的，我们没有理由不爱他们，因为我们也是天主所爱的嘛。天主爱我们也是无条件的。我们作为他的门徒，作为耶稣的基督徒，圣母玛利亚是我们信徒最好的一个模范和榜样。那我们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，我们要向他学习。我们既然向圣母玛利亚祈祷代祷，那我们要向他的生活学习他的榜样，做耶稣的好门徒。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，爱身边的一切人，有需要的人，这份爱就会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。我们越是接近天主，天主越会把他自己给予我们。那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，也不仅仅是恩宠，那是恩上加恩，是生命的本身。玛利亚在祈祷中得到天使的预报，她的接受让她孕育了天主圣言的血肉。当我们即将庆祝耶稣圣诞节的时候，想想玛利亚对耶稣的孕育，想想玛利亚对天主圣言的接受与执行，是天主的眷爱，她完全接受。那么作为今天的你我他，处在一个电子化信息化的社会中，是否愿意接受天主的话语，完全处于天主的恩宠中呢？最后让我们也常常记得，耶稣基督，你降孕于圣母胎中，生在这个世界上，让我们也记得我们的生命也必须成为你的居所与殿宇，好让你居住在我们内，做我们的生活的主和我们的君王。求你使我们能全心相信你，接受你，就像圣母接受你的话语一样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望，阿们。向圣母颂。至人至慈童真玛利亚，请记忆凡人，求你保护，求你救援，求你转达，从来没有不得到所求的。虚童真至圣童真者，我的母亲，我怀着这种依侍的心投奔于你。我虽有罪，但现在忏悔，又来到你台前。虚圣子降生之母，别拒绝我的要求，但请你仁慈地俯听我。阿们。为病人祈祷。主耶稣基督，你为我们忍受了痛苦和悲伤，请俯听我们为病人的祈祷，赏赐他们能效法你，甘心忍受自己的病痛。如果是你的旨意，请赐他们痊愈，使他们永远不忘记你关心他们。阿们。阿们。现在我们唱《永远圣母》。
赐天把饼给了他们，那饼含有种种美味，千种通道。天主，你在奥妙的圣事里给我们留下了你苦难的纪念，我们恳求你，在我们亲近你体血的奥迹时，使我们常体验到你救赎的成果。你生活并为王与无穷世之时。Amen。
现在我们唱《感谢玫瑰母后》，请翻到第43页。谢谢各位的今天的参与，祝你们有一个愉快的周末，天主降福你们。